大家好，我叫叶涵呢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学校科目。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？喜欢的科目是什么？我最喜欢数学。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美术。School subjects. School 科目。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？English. 英文。我喜欢英文。Math.书写，我最喜欢的是书写。Science， 科学，我喜欢科学。Art， 美术，我爱美术。Mandarin， 中文，我最喜欢中文。这是我视频的结尾，再见。